07号就是好吃懒做，不去上班还搁这里找借口，天天就会发卖惨的视频，真的是无语死了。兄弟们，我发现评论区的小黑子们啊，这两天有点活跃呀，一天天的就是没事找事儿。我07号做什么职业，干什么工作，难道需要你来管吗？就像上班一样，你想去上班你就去上呗，这是你的想法，我又不拦你。我做我的游戏主播，坚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哪里有问题？我不去上班就是好吃懒做，这什么鬼逻辑啊？至于那些评论区说我天天发卖惨视频了，就更搞笑了。我每天做什么样的视频，发什么样的视频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吧？咋了？你不喜欢看这种视频，我就得听你的，以后再也不发了。不是，你是个啥呀？难道不看你的脸色，我就没法生活了吗？我是为自己而活的，我想做什么视频就做什么视频，我的账号我做主，不喜欢你可以不看，管好你自己，不要一天到晚就像这道哥一样，搁评论区里瞎叫唤，真的。饿了你就直说，哥哥不差钱，我给你多买一点狗粮。其他的没啥说的了，咱们等一下直播间不见不散哦，我等着你们。